我们先来看这台 Minota Alpha 哈、哦，3033哈、哦，延长镜头，哦，啊，这台有这个哈、哦，它这个镜头盖，然后镜头保护镜，哦，好、哦，那这颗是这个1:3.5-4.5哈、哦，然后焦段是35-105，啊、哦，那镜头状态蛮不错的，哦、给大家可以看一下，镜头状态蛮不错，哦，那这边也不会黏腻，哦，很滑顺，啊、哦，好、哦。那它这颗用的这个，这台用的这个是2CR5的这个电池哦，这相机专卖店哦，一般那个电器啊、专卖店啊都有的嘛。好、哦，那你要打开，好、哦，这边转到 on 哦，就可以这个将它开启。哦，那有些其他这个模式啊，哦，你可以再去使用哦，给你看一下。哦，好、哦，好、哦，那它这个镜头可以看一下。哦、快门正常可动作、哦、快门正常可动作。哦，那这闪灯就往这边开、哦、就可以把它去做一个这个使用。哦、闪灯也正常，哦，闪灯也正常。哦，看这个镜头状态、哦、真的蛮不错的哈、哦，可以看、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底片式，我把它关起来、哦，我可以看到这边还有这边，你看这个可以切换，切换这个模式。好，先把它关起来。看看底片式，这个海绵啊，这个底片式啊，这个都正常。好，那以上就是这台这个 Minota Alpha 303SI 这台单眼的这个视频，好，谢谢。